那大妈们就上不得了，莫说在现在高龄社会，那妈妈上不得，那么每只妈咪就上不得就有啊。啊，对，什么等着妈妈抱起妈咪，每当个娃子啥到对，每当出马上来时，好是很呢。啊，这每当对方咪讲到的，如实际梦见这种妈咪，他们等着妈妈抱，莫八成，那都是他们等着就用代莫。因为他们每只见着建构，而现在有三只失智症，那么每只的社区，那么我见属于他们等着当内部，而这次呢是说，他们上面等着带乐，他们说主动关怀，帮助选择。阿子在现在安抚情绪，买咱们的豆奶，我妈妈抱起妈妈，妈把牙签把买呢呀。因为平常我们都年纪大了嘛，脑力都没有在动，有时候真的是很生硬。非在咱们等着，奥数咱们等着，买我妈妈没有意，咱们等着，咱们等着，妈妈不给他分我奥数说完了，他说，因为不努买咱们等着，奥数说完了，我们呢？我本来上面在用的文件章，文件在老人关怀据点，而这车上面在做把车位的那部阿查班的，我们的担心在不弄。比如说动动脑筋的那个课程啊，还有做手工艺的那个劳作，还有做那些什么，文字上的那个激动脑力的那种。我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，尽量上这个课，这样就是要考试，你今天要考这个，就看你们会的话你们就写起来。因为担心国民健康水系检查单的要自行买单的，因为台湾嘛是那么担心就17万检查，妈妈不会检查妈妈，阿德外星单的说嘛什么16万8000人嘛是那如果再检查妈妈，我咱们担心那个相当用的莫妈妈的85%。各位民众等于说，移民在现在社区和妈妈等于一般的都是路，如果妈妈以后我们等于没有负担没，我们等于我对什么样的现在没有。实际上照顾一个失智者的家人是蛮辛苦的，所以这个时间来讲，我们是不是社区里面更多的社会的参与，大家来一起帮忙。实际上我们这国建署也推动所谓的失智友善社区，一个关怀社区，希望大家在社区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照顾者，让我们的失智者可以走到社区里面，在家里在社区都是活得尊严的部分。因为台湾民族上等着，莫只在现在高龄社会，因为妈妈呢，下等着的是 anyway， 莫只上等着是那几个股，因为妈妈抱起妈妈呢，下等着的是我的沙包，等着做嘛生意不？因为国建署明达这次很早，爱的上等着妈妈抱起，怎么妈妈很下等着，明明在现在叫你，我的是什么哟？等我们等着，我是那么等着关心，啊那大家做，他们等着主动关怀，帮助选择。安抚情绪，哎，你把我们等到你心里去，把我们等着吧，而且把买呢，那叫你，拜拜，拜拜，别生病。